休息堂的各位六光国小的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上个月哈听到我们校长跟我讲说，我们六光国小这个参加这个全世界这个虚拟线上教师这个授课课程的比赛哈 ，GBC 啦哈，然后全世界有69个国家去参加比赛哈。就我们竟然我们屏东县哈，那么的这个的地城乡差距那么大的地方的对光国小，竟然能够拿到这个全世界的前六名哈，这个是也是要配合这个来去授奖哈。那而且我们对光国小因为这个参与这个的比赛，将我们屏东县的物产跟美国的一个小学哈的互相交流，让他们认识我们屏东县有槟榔，竟然槟榔可以吃哈，让他们觉得很意外。然后也介绍我们屏东县有生产莲那个莲雾，有很多的水果哈，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相信六光国小这次的比赛能够拿到那么优良的成绩，又能够出国参访，不是你们的光荣哈，是整个屏东县的荣耀哈。我在这边祝福你们。也祝福你们继续努力加油，把我们将我们台湾行销出去，大家一起努力，谢谢。谢谢苏斌议员。